这是谁啊？是个年轻人，比我大不了两岁。他是新人，叫韦小宝。韦小宝，买定的就离手。 不信了！哎，这是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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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看看。 让我去奉上和尚，这也算是积德了吧？叩谢那叔的连娘都不认得了。哎，相公，你都赌了大半天了，一定喊得口干舌燥的，要不我去给你泡杯茶吧。还是我的双儿最体贴了，来，沏个嘴吧。双儿去给相公泡茶了。哎，这河南可真热。 世上还有这么巧的姑娘，哎呀，我死了！哎，我死了！哎，少姑娘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没福多。哎，让开呀！美人，我来了！美人，我的美人呢？这位官爷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哪里来的什么美人啊？哎呀，就是刚刚。 站在这里买花的那个闭月羞花的美人啊！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手捧着这束花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哦，你说的是刚才那位姑娘，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啊，这花还没买呢，怎么就走了呢？啊，她呀，只是看看，她没有买。好，好，好，就当她走了。那请问，你知不知道她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家住哪里啊？啊，这位姑娘，我也是头一次见到。 相公，你是见到方姑娘或者穆姑娘了吗？哎呀，不是，这样你见过了吧？啊，官爷呀，难道小的有银子还不想赚吗？我真的不认识那位姑娘。哎呀，你撒个谎骗骗我不行吗？又不会死人。 哎呀，我死定了！拿着，官爷，你想买多少花啊？我现在连你家的牲口能动的不能动的我全买了，你可别说不够啊！哎哎哎，够了，够了。嗯，多谢官爷，多谢啊！ 我现在呢，要让你帮我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以后来你这里买花的女子，你一定要给我记下她们住的地方和姓名。说不定以后，我还能见到我那个花仙子美人。哎，好，记住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哇，嗯，这也行。当着双儿的面都这样，对呀，我觉得双儿肯定会翻脸。就是太过分了。这位大哥，哦，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帮我相公留意。 放心，绝对好好留意。嗯，双儿，嗯，你不会吃醋吗？相公，
缘分是上天注定的，如果命中注定你会喜欢上哪个姑娘，那你自然会钟情于她，这是改变不了的。所以相公开心，双儿就开心。我现在只是很担心相公跟那个姑娘没有缘分，不过相公你放心，只要有缘分一定会再见面的。我的好双儿，不愧是我最疼最爱的好老婆，来抱一下。难以置信啊。也对呀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运气的男人呢？就是啊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？魏督导，没什么，我们只是羡慕你，这双儿可是世上难求的女子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双儿啊，不知道你家里还有没有那个没出嫁的姐姐或者妹妹啊？你问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呀。行，对对对，双儿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，你们想都别想啊。对了，张大哥，张大哥，你们安排一下，明天我们就上少林寺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少林古刹带有名哲，得道高僧，深悟玄机，早识庙理，特封住持慧聪法师为护国佑圣禅师。寡人素养少林佛法博大精深，然尘缘未断，足悟禅身，兹遣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、监狱前侍卫副总管韦小宝为朕替身，在少林寺出家为僧，御赐度牒法器，着籍剃度，钦此。不是，张康年，你再仔细看看，圣旨上真的让我剃度？韦大人，我有几个脑袋敢乱传圣旨？哎呀，拿给我看看。给。韦大人，韦大人代皇上出家，那是本寺的荣幸。相公，韦大人是皇上的替身，非同小可，老衲也不敢做你的师父，老衲就替先师收你为弟子，你就是老衲的师弟，法号慧明。在少林寺之中，慧字辈的就只有你和老衲两个人。少此素弊，不以为爱，代帝出家，不以为泰，尘土荣华，惜会金明，不去不来，何损何赠。阿弥陀佛。